你终于来了！你这副模样是在……还不是怪你，说好的事怎么现在才……你看，我把我们的孩子带来了，来，我们呢？我们。为娘不能看见你长大，爹娘对不住你呀。妈，这妈，我早就听你说起过，你们连家人都是极其明事理的人，这事确实是我们有错在先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说清楚了，你们连家长辈定是不会为难我们的。还望连老爷子成全。连秀才，说好的是黄花大闺女，怎么连孩子都生了？你让我如何向孙老爷交差呀？不不不，绝无此事，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言。那丫头，你说你也是，这姑娘家家的清白生育是最要紧的，你就是再不愿意嫁，也不能出此下策，就平白的坏了自己的名声啊。妹妹，我看这婴儿的模样是才刚出生不久。之前我与爹娘清明回家祭祖的时候，还未见你显怀呢，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？花姐这么懂，难不成你也生过呀？妹儿，你要不要脸了？败坏连家名声，我们家秀怎么嫁人呢？我家人不打死你！娘，你干啥呢？娘，我们家秀怎么嫁人呢？娘，我打死你！娘，快别打了，顾姑娘，行。